当女友闺蜜喝醉时。哎呦，你为什么？咋的了？我闺蜜喝多了，帮忙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！你先照顾她，赶紧换个衣服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不太好吧？哎，这有啥的呀？你赶紧的吧，换个衣服。哎呦我的妈！酸臭酸臭的，还好我是正人君子。来投胎，来投胎来。别打啊！别打，不许走。你别整啊！你别整。别整，我就不是。我录着呢，你别闹，我录着呢，你别闹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忙着呢。哎，托托，你刚才你得为我证明我是不是清白的。去吧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。有人好像摸我还是？哎，你别乱说，你可别乱说，这话你怎么乱说呢？大静，别打。哎，我真没啊，我清白的，我是。我。Later。哎哎哎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，不信你俩看，我是清白的。哎呀，你别说话，我俩挖地道吗？挖地道。哎呀，你别逗他了。其实吧，是人家让我测试你的，瞧把你吓的。啊？那你刚才也没喝醉啊？啊？嘀咕啥呢？嘀咕啥呢？我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偷偷，你告诉我。秘密。啥秘密啊？双肩包，斜挎包，腰包。手提包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的小宝宝。我利用女友，你烦心。穿哪个颜色的袜子好看？别穿黑色，黑色最丑。就不能穿黑色，千万别穿黑色，听见没有？最丑。我最丑，最丑。妈，你张嘴。你嘴咋那么臭呢？你刷牙了吗？你有远点啊！没味儿啊！你闻。你先别说话，哎，闭嘴闭嘴，可臭了。没有。哎，一会儿我跟你说，千万离我远点，那个别亲我啊，嘴老臭了。我就亲，我就亲。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。你看电影能不能把腿放下？啊啊啊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说那条腿。嗯、啊。那个。啊啊啊！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的，媳妇出差回来了啊！啊！我让戴的手表你戴了吗？戴了，看，这两天出差没给我累坏了，还让戴手。那我看你这白天心率70哈，晚上能飙到150呢。今晚倒看看，你要是心率到表150，嘿。来，媳妇吃会糖。媳妇，我想买一个。当天我想说的是，但是得你买单，我消费，你买单，然后我消费，我说错了。干嘛呀？下次咱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？我给雨人发消息，让他回来拿手机。把手机给我放哪儿了？什么手机？如果藏起来了。找啥呢？手机啊，你不告诉我手机落家了吗？什么时候告诉你了？放哪个桌上的？放这桌上的不？那你不给我发的照片吗？哎，我可没给你发过照片，别闹。没发呀？你赶紧还我！我没拿你手机。我着急出门呢，你告诉我的吗？你告诉我手机落家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了？这不你发的微信吗？啊，我发的。然后呢？那你给我呀！这不你发的，你不告诉我手机落家？我问你一遍。你拿啥看的微信？啊对对对，我刚说我出门，我先出门，来不及了。一会儿闺蜜来，表现好点啊。就这事儿啊，闺蜜，哎，是上次穿那黑丝那个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是穿那白丝的吧？哪个？你想看哪个呀？啊。Hello。呀，兔兔来了，来快。把鞋换上，把衣服脱了，脱衣服，快脱，真好。你瞅啥呀？拿水呀？我拖拖地，来抬脚。好嘞。妈呀，你头真勤快呀！还行吧，喝点冰饮料。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不能喝凉。拖拖今天不能喝凉的，他不懂呢。拿来，来拖拖，喝点热水。女生第一天来，疼很正常。感谢啊，主要是心情不好，我家宝宝生病了。嗯，咋生病了呢？没事，你男朋友病倒了，不还有我呢吗？别怕啊，婆婆。哎，你快闭嘴吧，人说小猫。
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来沈阳以后不吃不喝，精神萎靡，我也不知道咋整的。来来，快走吧，兔兔。哎，你咋说？啊，兔兔家猫不是生病了吗？我帮他去看看。哦，哎，带我一个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自己去。回来。用家里常言的语气和女朋友说话。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想你呗，咋事啊？不是，哎，我那个有快递到了，你帮拿一下呗。稍微再说呗。嗯，哎，那咱直接去吧，咱直接吃饭去吧。行，你换上衣服。哎，换啥呀？这多好看呐！咱直接去吧。嗯。惨了，站苍蝇了。不是，我苍蝇干啥呀？我饿了。走。哎，我这没藏人儿。哎，李子，你想好？什么？嗯，把那门打开了，那你就别问。醒了，张天。哟哟哟，那是。爷爷快乐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吓我一跳，我想你家养儿子了吗？你不是想养个狗吗？好可爱。藏的就是藏的，喜欢吗？啊，那你是喜欢他还是喜欢我？爱就像大雨落下，怎么能让人不？挑战给女友，听暧昧时的雨。来，一杯一个来。你别闹。好戏开场了。哥哥，播一个。啊，刷抖音呢，刷抖音呢。哥哥，求求你了，播一个嘛。哎，你这属于侵犯个人隐私啊，别想。我怎么闻到的好像有狐狸精的味儿呢？哪有啊？没有啊。嗯，没。哎，别抢。哥哥，求求你了，播一个嘛。你自己的声你听不出来了啊？删掉。哥哥，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不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吗？哥哥，求求你了，背一个嘛！哎，我要是每天设为早晨的铃声来说的话，删了，给你妈发过去。哥哥，背一个嘛！哥哥，背一个。我用第一次约会语气跟女友说话。行了，你到了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哎，我回我自己的房间了。发烧了啊？哎，不是，咱俩第一次约会就住在一起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第一次，你又犯病，你有病啊！你赶紧给我进来。不行，哎。嗯，不可。怎么您嫌弃我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习惯第一次跟女孩喝同一瓶水，实在抱歉啊。你睡地上孩子？第一次咱俩见面就睡在一张床上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说呢？别闹了，赶紧上来吧。哎哎哎，别，你离我远点，你离我远点，我不太喜欢有女生从小到大就这么碰我，不习惯。你姐，哎呦，你姐了，你放的心。哎，媳妇，你尝尝这个肠，可好吃了啊。我给你买了一件华伦电暖。吃，吃去吧，别吐啊。